好，赖清德老家的争议持续延烧啊！一开始说就是一个两层楼的违建，然后后来发现逃漏税，到现在民众赫然发现，原来这个老家竟然还有县警24小时在驻守巡逻，看起来似乎有将近10位。民进党就说了，哎，有维安人员看守是符合法规的，可是根据特勤的这个勤务条例啊，正副总统还有他的配偶一等的直系血亲确实是维安的对象。过去我们看到陈水扁、马英九因为母亲住在老家，所以有特勤人员来维安，而李登辉的爸爸并没有住在他的这个老家，而蔡英文屏东的老家也完全没有人住，所以其实是并没有特勤人员来进驻的。但现在我们看到万里的这个赖清德所谓的老家房子的所有权人呢，登记是在赖清德的大儿子名下，他的儿子人根本在美国，不代表这是一个空房子吗？所以全台湾的老百姓大家掏腰包请宪兵来帮赖清德的儿子看守一栋没有人住的违建，这真的合理吗？龙介雄，这个元首副元首，那维安确实应该要注意啊。可是一处越买越多间啊，吼、哦、啊，每一家房子都要维安嘛，对嘛？啊，你台南旧厝是不是有买去？我看是还未买去吧？啊，还未买去，啊，你搁买新厝，啊，新厝爱搁维安，对嘛？黑门派出所，派出所就知啊，派出所就知道那个，像我落选以后。那我们连服务处都还有巡逻箱啊，我得给撤掉啊，对吧？因为我没有公职嘛，啊，警察说、啊、你刚刚落选，那现在还有一些政治事爱修说啊，他还是来啊，我们自己说不用啊，你撤掉啊，哦，因为打击犯罪的警力不足嘛，那包括维安一样，不过元首副元首，我们确实要重视他的维安，这合理啦。可是你到底有？狡兔三窟嘛，啊你整个创几窟，没有人住，为什么要一个班的宪兵在这里？哦，原来这个风水是水到圆圆圆啊，哦，龙兴之地啊，哦，这来到底后面，我是没有看到你们影片里面有锦鲤，人家告诉我是有养锦鲤，那如果有养锦鲤的话，合理是9条，哦，九五至尊了。那讲顺因落土方成祖，顺因落土方成德，鱼为奔波书画龙。后边迄个后山客咧，啊，这个龙穴这样来，然后鲤鱼只要一要，就变成龙，那就是九五至尊的那个好位置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呐、啊，我不知道清德兄你也好此道，我跟你打交道20几年。你三十当唔爱讲，现在他也有高人指点哦。那当然这是个人的兴趣嘛。不过因为这个违建啊，我们台湾人是这样嘛，男生是很难得哭的了。那一般哦，你看在长辈过世的时候，考是查甫咧考，查甫的考了，请人考，你听嘛，请人考无目屎，啊，查囝新妇要爱考。哦，爱哪白哪考，啊，这考吼，查甫的若考较会衰去啦，哦，考就是破格。啊，咱国家的元首，你面对2300万人的将来的幸福、啊，承受的压力是很大。我们国家是面临国际很多挑战、啊、那你这种压力，你就成一个建筑物违章，啊，你考5拜，哎，万里违章跟万里长城差多少？万里长城孟姜女也哭了哭2次啊，对不对？倒啊，啊你哭5拜还搁还袂听，还袂倒，啊哭到破格去啊，真的啊，就是你这样一哭再哭啊。其实我在南部我很清楚，你各位你看到这一个多月来有哪个民进党的人出来帮他背书？没有，违反常态。民进党以前是这样，他只要一出了事，大家都出来相挺啊。这次你有看到有人出来挺他吗？大家都覺得說，所以为什么会有人传说一尸15命？雷靠得了婚姻啊！你怎么会一个违章处理成这样子呢？哦，原来各位不理解，这是一个龙穴，所以要有宪兵在那边看顾，不是看顾里面的人，是看阿伯遐经历啊。那我猜想，因为我一般我这个我不是民俗专家啦，不过我猜想，如果有养的话，应该是9条，高位。高位，我想是安尼啦，吼、哦、啊！但是真的是啊，我劝清德兄了、啊。我今天提了一个建议了，
如果你追思父亲跟母亲，因为这里不是你出生长大的地方，别抓了，你自己说的，你自己说92年妈妈跟我们兄弟几个把它盖起来嘛，就是你去买这块空地，这是新起的。我家59年盖的时候就申请建造，民国59年哦，那个时候建筑已经开始管理了。我不晓得92年你要盖房子竟然不用申请建造，然后你如果没有经过建造审核，你怎么知道这栋房子是安全的？你的过程你是怎么盖的？哦，那将来有没有安全注意？国家护园所住在这里不安全啊？得当边呢？哦，你没有有没有经过建筑师嘛？哪一个建筑师帮你签证的嘛？谁帮你盖的嘛？民国92年呢，我不相信台北市、新北市没有这个规范。那因为是在矿区，所以它不必经过市政府。所以在矿区里面、啊、有矿业法，就是说矿权已经取消以后，里面的公寮之财是什么，通通要撤掉。所以那1000多人会有委屈，那这个委屈是他们当年就在那里，可惜不是这边有权利的人你可以出来，没有权利的人继续在那边委屈。你干到行政院长，你有帮他们平反吗？拢无。所以现在唯一就是追思父母亲可以，那你就把这个地方啊捐出来，学学苏家权，捐出来作为矿工博物馆。哦，矿工博物馆，我跟你讲，现在活动那边有一个，他们找不到东西可以摆，有很多矿区的文物，那捐在这边，但是也不会，第二也不会动到你的龙穴。哦，那你有空，因为你是捐赠人，你还可以回来吸收日月精华、天地正气，把这个龙气集在这边，又不会影响你。你看看，一举数得啊！这是我今天对清德兄哦最好的建议。而且我刚刚碰到赵少康，我问他，如果他不拆，他捐出来，你辞不辞？那个赵董事长说，如果他捐出来，我也辞。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1000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